办你怎么了？为民团长恁乃是理由，3月18日来，又乃是庄公理由，不在无主理由啊！天上雪白，圣诞千秋啊！天灾理由啊，是龙山公主娘娘啊！龙山万岁啊！王者祈求有心人生啊，王者哥哥生意兴旺啊，事业兴旺啊，你身体健康啊，现在三票手啊。三足在船，进可攻；三脉不慢，量遵循。原有一书天下、啊，南瞻北周，今期在中华民国台湾省基隆市七都区六都里江建设路32-1号基隆朱王宫，奉到基安庙，可见祝寿消灾发挥一片，江无神休，不度众生于苦海。祝您发挥指点君少之未尽，天无私，社有更无私，为着是福，上有道，康复就有道，反省归人，圣德八殿免罪了风波之灾业，无疑法治，驱邪灭疾，患之殿为圣道普温，威仪万家香火盛。但神送福，稳得跳上天星营，千载难忘。以此日靠着宝强，求其应代以金雕拜送座前。希望癸卯年农历3月18日，文主天上圣母圣诞加持，谦卑所在之业敬拜座前，将对。文江幸福先生做前，正宵长午，何顶供养，时日香魂不断，即奉妖光。礼拜经参之妙品，奉送救苦之大悲，可见庆祝祥灾一言，至诚拜献，献上圣庙。福气相逢，财纳富聚得吉。
祈求分享由火求生，广传如尽之念，先生事业平安之吉，南天八福，度达千祥，生涯能量，在你临风大感吉祥，福源宏图永固，国运昌隆，道德光辉，法轮上转，成为三千正明，万年同甲文。天文癸卯年农历三月十八日。